猴仔 vlog， 小笼汤包，阿婆肉圆，都是大家一起去吃的，怎么看得出 Maggie 喜欢吃什么？嘴好饱哦！哎，丹芳，你们那几个好姐妹都喜欢吃什么？干嘛？你要请我吃饭？参考一下。你的客户里面有像我这样的少女吗？你乖，你不是少女。明山喜欢吃小吃和素食，甜甜喜欢吃辣，尤其是麻辣锅。千曼虽然也很喜欢臭豆腐跟鹅阿珍，但她最爱的是肉跟米粉。还有 Maggie 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，她总是说大家一起吃什么都是最好吃的。不是啊，她总是会有最喜欢吃的东西吧？你说 Maggie 吗？既然刚刚都讲了其他人，你就全说吧。好吧，像 Maggie 这种少女 ，Maggie 之前说过，以前妈妈早上都会煮青粥小菜，有时候半颗咸鸭蛋配粥就是一盘。虽然之后姑姑又煮得很丰盛，但她还是很想念妈妈那半颗咸鸭蛋的味道。我们几个姐妹虽然大家都很好，但 Maggie 最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。她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日、喜欢吃的东西、讨厌什么。但我们每次问她，她都会说：“只要你们开心，我就开心。”那在那个垃圾，下次再让我见到她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记得多带点人，我先出门。哎哥 ，Maggie 跟我一样都喜欢吃甜的，像是铜锣烧跟蜂蜜蛋糕。你回来记得帮我带啊，拜拜。